怎么样？这个就是你买车啊。不要小看它，手推车也是车啊。加上车。好。坐好没有？坐好啊。出发！滴滴。你们慢点，小心打他。今天正好开到住院吧哈，伯娘有哪感想没得？住没住啊？还能有哪个感想哦？开工。今天可以拿腊肉来吃啊哈。一天就想拿几头腊肉。这种体力活你就不要做了，快回去休息。没得事的，哪里那矫情嘛？我现在也没得之前吐得厉害啦。哎呀，伯娘过来给你安排个任务。那想参与的话，你就来当监工，那做得不好你就讲。妈妈给你画画，一会儿就打。好。这样你还真不是。妈姐，为什么要骑车啊？院坝边上，到时候可以种些花花草草，到时候有没有没有空气也会好点啊。我就再住两个树。可以。再有个西瓜吃就好了。我去买了。我就说一样，你还真的去买呀？没得事，我去买。我走啊哈。小心点。好。爸爸。高老师。我很认真看嘛。是哪个拿老虎犯了忌讳哦？哦，还能是哪个？肯定是娘妈良心发现，准备拿来吃呀。包菜，进。好。姐，你要喝米汤不？好，妈妈说喝米汤，营养好。焖给你们牛的。嗯。你也一个，拿一个去给你爸爸。你们你，妈妈不喜欢吃。爸爸给你吃西瓜。哟，谢谢，拿给你妈妈。我耶。再见。好，爸爸，你帮妈伯伯帮我剥。吃饭喽！是哪个喊你们拿腊肉来吃？吃完过年的亲戚帮忙铺水泥吃啷子？不是你咋放桌子上了吗？我哪个放的哟？嘿嘿，是我放的。原来是你想吃肉。